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山。嗱，有留意开啊国际新闻嘅朋友都知道，日本啊4月30日就系啊明仁天皇退位嘅日子，而平成呢个年号亦都即将成为历史。近日就有网民啊选出平成年代最强嘅蒙面超人，而喺日本嘅 AV 界啊，最近啊亦都有杂志搞咗一个平成最强嘅 AV 女优选举。嗱，杂志 Fresh 咧就调查咗300个人嘅意见，选出平成年代最强嘅 AV 女优。嗱，而家就等我逐一公布啊投票嘅结果，我将会由第10名开始数上去，其中可能包括有啲大家都好熟悉嘅面孔，亦都相信啊有一啲系你未必认识嘅，因为始终啊讲紧平成年代都有30年嘅历史噶啦。首先系第10名嘅 AV 女优，佢就系川岛和津神。第九名嘅系三上由亚，第八名嘅系八石童啊，第七名系 Rio 有木提流。第六名咧系小室有里，第五名系吉泽明步，第四名系深夏九流美。第三名是英树露衣，第二名就是苍井空老师，而平成年代第一名的 AV 女优就是及川奈央。嗱，及川奈央成为咗平成最强嘅 AV 女神啦。小编我啊，当然要同大家介绍一下啦。嗱，及川奈央今年已经37岁，佢喺15年前啊，2004年已经踏出 AV 界，成为一个艺人，系少数啊能够成功转型嘅 AV 女优。当年佢嘅影片都以重口味为题材，所以喺当时有饿鬼同埋肉食女嘅称号。其实近期佢已经修成正果，喺2017年告别咗单身行业，嫁咗俾一个普通嘅上班族。及川奈央得奖之后接受访问啊，佢话好开心，离开咗 AV 界15年之后，居然仲有咁多支持者咁关照佢，令佢可以获得到呢个奖项啊！而同时间，佢话佢亦都非常之尴尬，佢话始终已经成为人妻啦，所以佢话希望大家更加留意佢隐退之后啊，喺幕前嘅演出，希望下一次得到嘅奖项啊，会系佢转型之后啊，以一个演员嘅身份而获得嘅奖项。嗱，今日要讲嘅新闻暂时到此为止，多谢大家收听。中意嘅希望大家订阅同埋分享我呢个频道。我哋下一条片再见，拜拜。